啊，陈老师拿一下手啊、哦！啊，好来，没有，我、啊、现在我来陈老师的炎帝的戈壁啊！啊，啊来陈老师的炎的戈壁在不够啊，再拿看。老板，你贵姓啊？姓周，周。哦，姓周啊！哦，姓周。OK， 来，我给你看一下，来，我们来聊一下哈、哦嗯。老板，你这片地是多少？五一嘎？五一嘎。那么这边会淹水吗？啊，这边淹水。几个一嘎会淹水？差不多是这一带整个一嘎这样哦。五个一个会淹水，整个一个一个会淹水啦。上面三一个多，一个一个多一点咯。这一个一个像四一个不会淹咯。嗯嗯，对吗？差不多是啊，对的。四一个，你看啊，会淹水的地啊，你就种，你去种那个什么，这个是啊、哦、芒果。好吗？收入？不错了。你这个可以加倍的吗？这个生太少了。现在是啊，现在没有生，它是啊，我自然的啦，它是。而且你的叶子也少，嗯、虽然你去掉也少。还不够啊，不够。你看啊，你这个青色的有吗？你要拿我的那个水的蚯蚓回来放，喷下去啊，你看这个就不见掉了，青色。这个是盐化。你知道青色的泥土是什么不好吗？青色就是它不透水，硬化了。你的肥放下去，它下雨就不见，不是流下去了吗？而且你这个地呢，这个不是完全是米地，是有了，不错了。所以你这个青色啊，它下回它就流掉了，它不是流进去啊，它是流过去，对吗？所以你一，我现在第一个要给你解决的，就是这个东西，一定要解决掉。这个不解决掉，我跟你讲啊，啊，放回是可以长大，但是事倍功半，这种就是几十年下回啊，啊，对吗？这个可以解决啊，这个。我是讲这种可以淘汰榴榴莲，或榴还是榴芒果好了，榴莲淘汰会也是不大会上了。啊，这边啊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勉强去种了，没有用的。输过你芒果，你看芒果不错，现在多少一斤哦？两块八。啊？两块八。啊，两块八。嗯。我没有啊，才几粒，才一个礼拜才两三粒。不要紧，可以弄的。啊、嗯，可以的。啊，你看这个，你这个不错了，这个。可以，芒果就容易种哦。哦，芒果，其实芒果是最好种的。哈哈，芒果哦。水果就是芒果最好种的。嗯。像这颗榴莲，你看它开一枝花，满枝花就种黑头菌。这个榴莲。哪一颗？嗯，榴莲。哦，有还有黑头吗？有黑头，我很久买你那个那个药水跟陈老师拿一。啊，有吗？喷了浆。拿一粒个来，怎么好？你家淋现在淋不到。没有 ，OK， 你这个哈。倒是有淋。OK， 酵素你不要掺，不要掺水。哦，直接淋啊，直接。直接不要掺水。啊啊，还淋得到啊？啊，不要掺水，用气的扫给它扫下去。啊，不是要挖掉不要吗？要挖，你看你这种，如果你有的话，你拿那个洗车的拜来，那没有办法的。嗯。啊。啊，而且这边又低洼，所以这个黑头病呢是不容易，很多问题。就没有这样容易解决了。可以解决啦，不是不可以，我讲不可以就给人家骂，可以，只是比较困难。这种是很自然的嘛，因为积水嘛，所以就来嘛。嗯，积水我跟你讲，你不要看它。干对了。啊，你这边你芒果将比它绝对可以。就算会好的，它也是来的。对对对对，我们说实在的。啊，是啊，这样。一样的，你一个人住在那个那种工厂的环境啊，烟囱，你讲你会健康啊，对吧？是吗？啊，你这个，啊，这个下个礼拜弄就没有了。嗯，哦，是你没有办法的，因为蚯蚓太重要了。各位，不是买蚯蚓回来放啦，是制造蚯蚓的环境。我如果我叫你下蚯蚓回就很贵，我讲真的，下了，第一，你叫那个人来马来西亚住，你要他适合住的环境，对吗？新加坡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去住？因为环境好啊。所以今天是你这个有没有那个环境？不然你去下去没有用了。我跟你讲了，你没有那个环境啊，泥土酸啊、硬啊，它怎么要来？是吗？它死给你看啊，对啊。所以你要给它软化，自然而然有那个环境来。罗静啊，好像我们以前养猪场隔壁啊，猪寮旁边啊，蚯蚓大大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有东西好吃吗？是吗？食物来源啊，所以你放我的，你放我的那个应该有蚯蚓了，你去挖，嗯，啊，应该有了，七八十%都有了。
康波森有，也是肥的有啊，也肥的有，榴莲的。对呀、啊，啊，啊，榴莲哪里啊？啊，那个就很好，那个种榴莲可以，那个榴莲可以，那个。对啊，就是干枝。啊。很多干枝不到那标标的树，那干枝要用怎么比较适合？什么整体树长啊，还是怎样？剪枝啊，这个啊，干枝啊，有很多，这个你走上去看看。走上去啊、哦？啊，走上很多也是。我下面就还不会，下面它长得很漂亮。嗯，这个是哇，你这个地方也是一流啊！啊，哇，不够真的，马来西亚太好了哈、哦。就变了，那个奥森也是很好做名次啊。啊，那个他们比较好，那边路比较好，文字强好用。这种还 OK 了，这种还有小看都可以。你这边的干枝干叶容易解决，因为你这个泥土还不算很硬呢、欸，是。泥土薄，像这种需要淘汰满。这个。把这菇啊，暂时不需要了。等一下我淘汰他们讨厌我。啊，像这个也是中等的东西。没有啊，良缘好啊，良缘。来，你跟他查。你拿刀剥掉。这个上次是剥掉再查，查是好了。你查我的第几次？没有这个怎么查那个 L？ 嗯，你查我的，你用我的气烧去烧，那么拿那个叶面灰不要掺水。嗯。嗯，我那个的的确确是有很多人用了、哦、啊，等下我去给他们看一个，用的很好，姓康的。啊，这棵不要留了，这棵。嗯，不要。它高上去就不要留了。嗯，你这个都很好了吗？就是它的，这手上应该还很正常，有些很多干枝，好大棵。你看这个漂亮啊。这些还是一些很多繁殖的，你看一下。哦，那个哈、哦，不要紧啦、啊，可以了。你这片杆子容易解决。嗯。我就是做了很繁。哦。而且你的肥不够了。肥不够啊、哦，应该是哦。哎，你看你的肥不够啊，还这样，没有的闲聊，你看。嗯。你的肥不多啊，这样，这个泥土是很好的泥土嘞。啊，怎样才不够哎？你去对除一下喽。哦，嗯，不错啊，你看你的泥土，树很壮啊，啊还是肥不够哦，还是可以，还没有那么够、啊。我们讲可以了，不要讲不够了。哦，它叶子小张。嗯，可以，啊、不会。我们比较小资本啊。不敢下资本。我老板这个不要了，这个。啊，这种不要了哈、哦。可以了，挡风。拿掉它。通风，现在尽量想办法解决这种东西了咯。可以可以。好。下个礼拜就两个礼拜干枝干叶，你给我知道一下。嗯，好好好。啊，这样快就有效。你试一下咯。真的是神奇呀！不是我讲啊，啊，是很多顾客啊。有效东西肯定有效。嗯哼。哦。好了，到这边可以了，无所谓。还有一个什么？嗯。哪里？不要紧，你拿来喷。啊，我给你拿来喷。嗯。我一个喷地上了。嗯。这个我打拿来喷一次，不过你经常喷，这样就用那个 L。你没有办法的，你一定要喷的、啊、因为它太好价了。这个啊，你知道你这边这个亿该可以卖多少钱吗？啊、你自己讲。我告诉你这个啊，四百千。啊，四百千呐、啊。四百万，没有人买的、啊。四百没有啦。这全部毛哦，毛黑黑色哦。毛不到毛应该是一般六十八千。啊。要吗？可以留吧，这种下午就放定钱了。他的果如果会借，可以留吧，这个。
如果是这样啦，你留的话，如果你现在不要留，下一次留更好。对哦，就好像女孩子13、14岁也可以怀孕啊，对吗？你问我啦，但是我叫你不要留，你是痛心啊。没有，我是听一件一件，因为我一件的剪掉一些的嘛。剪掉你不要留，你留了哦也不三不四。你现在不要留呢，会对他会更好。就好像粉丝流啊，你3、4个月你不要留啦。啊，以后10个月就更壮了。像这种应该就差不多是戒的。嗯，对，一定戒的。你这个戒果条件有，因为它树叶子够黑，啊，不然你就不要留了。但是不要留，你还是会留的。还是留了3、2粒来吃的。吃了拿去卖了。啊？像这种像淘汰了。这种淘汰。淘汰了。淘汰不要痛心。香蕉那种也是不要了。不要。你现在是靠榴莲了嘞，主要对啊，主要收入啊，你这个啊，榴莲啊是丰收的时候了，你的痛苦已经过了，还要下大资本了，痛苦过了。你问陈老师买我的有机会，你老师你去除一下，看有没有归你们呐？没有啊，才是倒卖。啊，你在讲了？啊，是吗？啊。好了，我要下线了，要去石冈曼哦。OK。